去将寮房出来，对大殿的外口入来，拢会不由自己抬头看咱大殿外面迄个玄关啊，面顶呢就一定有两只鸟啊，拢是真正的安静。有时阵行到迄个所在，听到因安尼细细一声，真正有影，好像像伫咧问讲：“你好，或者是早。”这种心灵虽然呢了音嘛，敢那知影这是鸟啊声，唔知一出来这个声音的表达。不过用心嘛，去甲伊对话，有迄种的感觉。你好啊，早啊，心底感觉真欢喜。搁在想，静静啊，逐天你都是歇伫迄个所在，这两只鸟啊，想人呢？哦，内面也是有一群啊，逐天都是静静啊，坐伫我的面前，应该呢，嘛是特别文化啦。除了礼佛以外，也就是要文化嘛。众生啊，这种含性，人人拢有这个性。灵甲意识，所以啊，可爱啊，其他的动物啊，都这么可爱，何况人啊？是啊，因为爱，为爱付出啊，咱都无所求啦。天下人甲人的中间。互相成就啊！教人诶，咱爱感恩彼此。那无有学生，那有叫做老师呢？爱心诶人，咱都爱感恩啊！苦难中诶人，那无遐苦难中诶人。咱要安怎样去表扬出了咱是有爱心呢？所以啊，为爱付出啊，无应该要对付出的中间求得名或者是利，无需要嘛。感恩啊，感恩都来不及咯。那。咱爱彼此相恩，群众中修行啊，唔是要独善其身。修行，咱就是要走入人群去。不管是要去教育，咱爱感恩，或者是呢，要去关怀。平平苦难人，咱也爱感恩。在这个群众中呐，咱爱用悲心智慧，所以彼此相恩呐。以群众中，所以咱对大地众生，咱也爱时时用慈悲。智慧、感恩的心投入群众的内底，咱若安尼呢，逐天都会真欢喜呢。泛众清流注入心嘛，逐天都是一个期待。咱会当将咱所想的参加呢，将佛陀的教育。咱在咱的生活中来体会，会当把这个滴滴的清流啊，会当注入
人的心来清流净化嘛，嘛期待这个发出点的轮回命。千多年前佛的智慧，这样一代一代不断地传下来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可以将佛陀的教法，我们要自己入我们自己的心，然后呢化为了这个清流为发出，会当将咱家己的慧命啊，好好成长起来，成长自己的慧命啊，才有法度呢，再搁再一直服其他的人。看看咱骨髓移植啊，将健康人啊的骨髓啊，安尼呢？会当去服病苦的人，真呢，亲像做回迄轮，安尼不断在搁在成长，所以啊，清流啊，化为发出啊，那会当安尼普遍啊，会当滋润大地众生的慧命啊。这是咱达工，伫咧过日啊。虽然讲啊、哦，今仔日也是安尼，明仔载也是安尼，唔过呢，是今仔日大圣教，或者是明仔载大圣教，当然是今仔日大圣教嘛。啊，有另外一项呢，是无上大圣教，或者是明仔载大圣教。所以在今仔日的时间，是不是会当安尼顺顺利利过到完无？过一过呢，那就是明仔载啦。所以既然啊，这个生命是这么这么无常，是达刚都是安尼在咧日月轮回，但是呢，咱家己修行啊，都爱知影。世间、时间、人甲人的中间，安怎样呢？来自我调息哦，唔通讲哦，或者世人啊，都安尼空空过去啦哦。所以咱真有幸得人心闻佛法啦，咱爱从佛法中呢去敬仰心。身为道源功德庙啊，咱人人自称是佛教徒，咱的教。